是远的啦，那也是有时候是两人出局才开始的，这是一贯的一些不变的道理。先发，主投了五局，丢掉五分，这一球在中间方向是一支穿越中间的安打。而且绝大部分都是以先发投手来养成。面对中信兄弟来先发，再来看一下场上跑者走传二垒抓到了 out。当然，在今年球季，蓝米国桃园队的捕手是碰上了一些伤兵的问题。在捕手的部分，真的是比较名不见经传，但是这机会是留给球速来到两好两坏，出手打成了中外野方向的飞球，中外野手往右横移。接杀出局。不过在这之前其实在整个八月份及这个表现都还蛮稳定的，初登场的机会，今年球季初登场呢，就是在那一球其实是有机会来直接接杀的，但是这种第一时间的反应，还有在球场上的这棒球的出手打，跑者起跑，又是一个战术的配合，左半边拦得漂亮，传得也很精彩 ，nice play 啊，陈彦峰跟。